ご覧の番組はシー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老师推车。这个贴膜的银色的370Z， 2009年的，相信大家在这个你要卖多少已经看过它了。今天我们终于抽出时间，好好的把它比较详细的讲解一下。哎，看一下这个钥匙，阿呆啊，我的特写姐，啊，你有特写不？你如果到夜店拿这个出来，人家 会以为你开骂曲 T 大还是 Super Sentra， 仙草。我觉得370Z 这个钥匙真的要稍微的改一下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开这种车就是要有一点提花的感觉嘛，对不对？哦，人家像 Porsche 有一台车，特斯拉有一台车，有没有？有啊，我记得 GT 啊，这边好像就是 GT 啊。对啊，对不对？只有 GT 啊而已嘛。可是370Z 也不错啊，有没有？开起来就听到那个亡命关头那种音乐的感觉。哎，你好，我是韩哥啊，哦，我的朋友都叫我韩，你也可以叫我韩。好不好？3696cc， 好，3.7的 VQ37 嘛，好，可变气门的，上次讲过，328匹马力，2012年小改款变成332匹马力，好，那现在2009年的扭力是37公斤米，12年小改款以后呢，稍微微调多了0.3公斤米的扭力。再回来，我记得轮子换过了吧？好，轮子四颗轮胎是新的，内装我们那时候看到环保漆，对不对？也经过我们的巧手修复了。你看哦，它的车头长道啊，你的轮子朝驾驶座，你看轮子在这，对不对？嗯。驾驶座位置在这，够远吧？超远的，对不对？好，哦，所以在视觉上面会有一点点的距离感，要花一点时间习惯一下。不过很多的有名的跑车好像都这样，我们上次 Z4 啊，哦，Porsche 的车子，那其实有一点点的那种复古的跑车，经典跑车的那种风味存在。好，哦，中控台我们是使用修复的方式。好，哦，之前我们这边全部都裂开，现在已经整个都还原了，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我来做一下它的乘坐空间。可是我觉得它这个很奇怪哦，你上个车都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记不记得以前我说那个 Tiana 有自动关门系统？它这个也是哦，你看有没有？它这个铰链 catch 好像都做的不是，还是它故意的，没有办法把它。止动器没有办法真的完全止住。一般来说，如果说只发生在一两台车上，我们会认为说是不是这个车的车门比较重，可是其实它也发生在其他车门比较轻的车款上面。然后我觉得比较 care 就像我1.8米，好，1.8米的身高，来看一下这个座位，现在其实是我开车的坐姿哦。那我要试一下还可以推到什么时候，推到多后面，其实它可以推到蛮后面的哦，所以它虽然是一台小跑车啊，可是你看它前面的空间，我有200公分来都没问题，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室内乘坐空间的设计还蛮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坐姿偏高，因为我已经转到最低了哦。然后其实我这样看起来，这边的椅子比较低耶。阿丹，你看拍得出来吗？有啊，我眼睛是看得出来的，拍不。对啊，这边的椅子其实比这边的椅子低哦。好，哦，然后我这边已经是调到最低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椅子设计的有点高，我觉得正常来开应该要这样子，哎，这样视野上面比较刚好啊 ，OK 啦啊，反正我比较讨厌的就是你上个系统，它老是喜欢这样去整合它的车用萤幕啊，哦，还有什么 Map 啊、Navi 啊，哇，这很老很老的图资啊，要求啊，这应该有起码不利用啊。那时候正在弄，还那时候就是用这个系统，还用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图币，哎呀，哦，还是怎样？就怕用哎，啊，怕几个波长修理就要涨了。那上次这也讲过了哈，很特殊的方向盘的高低，仪表板都会跟着你的方向盘高低。那比较可惜，我记得在我们 G35、G37 都会有这个自动的方向盘的调整，那这个没有，这个就是手动的方向盘调整，稍微可惜一点，它那时候没有配在这台车上面。那它是有防滑的，我记得350Z 当时旧款的是没有防滑的，370Z 之后才增加了防滑这个功能。那它中间呢，仪表设计就是一个这个油温表、电压表跟一个时钟，哦，这类三环表蛮特别，是面向驾驶者的一个设计。好，后面有什么置物空间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哦，后面就是做了两个这种绒毛的小盒子，但是我这后面就没有这个了。哦，啊，这根很粗壮的拉杆，帅，精神，这根是精神。好，然后它的座椅哈，旁边是这个皮质的，中间也是反皮麂皮打洞的。那包覆性我觉得还不错啦。坦白说哈，如果要用现在的角度来看，其实它不算包，它其实算宽的。它这个蝴蝶做的比较宽。那包覆性的话没有这么好，
因为它这是斜的，它如果稍微直角一点，包覆性会比较好。那当然，现在有一些更高级的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它其实它的轴距只有2550mm， 所以觉得相较之下，其实真的算蛮短的。我举例那个喜美三门喜美 K8 都有2.6米多了，所以其实它轴距真的算是蛮短的一台车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备胎座下面有什么东西。它后面真的超前的，你看卫生纸放下去可能还会压到门，关起来会压到卫生纸，有够前。好，这边后面有一个 BOSS 的重低音喇叭，然后备胎在这个重低音喇叭的周围，在这边。它这个备胎竟然跟重低音连在一起，所以你要拿备胎塞重低音哦、真的。他带你在路边换过备胎吗？没有。看，现在没有人在换备胎。那如果真的需要换，你会吗？应该会吧。所以他这里有设计一个提把给你，有没有？可是它是铝圈呢，这真的假的 ？NK 的，你看有没有？NK 代工的尼桑，它这有尼桑嘛？有没有？然后 NK 代工的铝圈，换备胎最讨厌就是转这个。他们难道没有办法设计一个更快速的把它卡住的东西吗？表链的路边叫阿杂，准在准个鬼骨瓜，准个鬼八块拢压压。然后它的门板啊、手把、都是用这种银色的烤漆，然后也搭配这个反皮的 BOSS 原厂 BOSS 的音响跟后面的重低音喇叭。无框玻璃哦，它这个角度切的跟它的车子的角度是一样的。有没有一样斜背的那样照这个造型？你不要以为说他车子这样玻璃当成这样啊，不一定好不好？他车子虽然这样，他玻璃可以设计圆的、你懂吗？好，所以他这个就是有点照着他这个车款的造型下去做，还蛮漂亮的车子啊。他油箱盖有够大的，你看为什么一个油箱盖的那个要做那么大？他是为了他这个折线轮毂，你知道吗？他油箱盖刚好做到这轮毂哦，它这个压缩比我记得高达 11.7 的样子，它是一个高压缩比的车，所以它这个可以加到98，有没有？它写95以上。以前有一种比较粗糙广泛的说法，就是你的车压缩比如果有超过10以上，就可以选用98的。其实现在大部分都是涡轮车，那涡轮车其实是属于低压缩比。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轻涡轮车啊，其实都不用加到98，都加95就可以了。应该是这样了，我不知道现在科技比较进步有没有改了。那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是用压缩比来看，是加92、95、98。你觉得这看的会像一台老车吗？不会啊，我觉得。你确定？干，我觉得你说话不准哎。为什么？因为你没码子啊，我不相信你。干。干啊！我觉得你说话很不准，我问你，每次都问你的意见也不准。我发现就算泰山好了，我问他意见，我觉得也不准哎。对啊，我觉得你们拉的都是非常的不主流的。不会啦，我觉得这个如果让你花个50几万回去，应该算是一台还蛮亮眼的小跑车。好，那我们出去开一下，看开起来感觉怎么样？走。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G35 了哈、看到 G35 就知道怎样嘛，稳赢的，因为我们 G37 啊。刚才我想要唱一首歌，可是歌词我记不起来。那英文的你怎么看你怎么记得起来？但记不起来啊！偷拍，赶紧偷拍，他发现的。你知道这个车开了就脑海中会浮现什么声音吗？什么声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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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你如果看的歌词还是没有照着唱？我照着唱啊。只是妈全部都连在一起而已啊，不是这样吗？脑海中就是要浮现这首歌，好不好？一个精神。但是我后来查了，里面是350。其实350跟370整个那个车型真的还蛮接近，就好像感觉只有小改款的感觉。哇，怎么浮下去啊？这个可能要改排气管的关系哦，我刚。绿灯起步的时候全油门，觉得加速没有那么的及时。马力来的比较慢，可是其实2009年也12年了，12年前的科技，油门反应没有那么快。我记得它是七速手自排吧，七速在2009年蛮多速的，2009年大部分都还在五速而已，弄到七速应该是给的还算不错。你看，它这个就跟 ISF 一样哦，它把转速设计在中间，都是要告诉你要看转速，不要看时速，要战胜心魔，好不好？这黑鬼东的名言。不过其实你真的在赛车场的时候啊，大部分的
选手也都是看转速，你知道吗？你已经练习到你只要随时在每个弯过到最完美，然后维持最好的转速就是正确的。你不能你超转就不对了嘛，你要维持到刚好最高转速而不超转，然后用最完美的一个路线，然后这样过弯。我跟你讲啦，键盘赛车手认不认识？啊，刚才讲每个人都有在讲啊，下去看看看，对吧？你去看看啊嘞，帮我发抖哦。它这个后面传来的那个轮胎的那个轰隆隆的声音还蛮大的，可是应该是可以忽略吧。遇到一堆白痴在开车，怎么会这样？偶尔遇到一两个就算了，当一堆白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怎样知道吗？塞车。没有没有，停在笑啊！爸爸，现在有一个人在高速公路逆向行驶，很危险，你要小心。我说什么什么一个而已，看他沿路啊都在逆向。我觉得这个车啊，虽然啊它设计这种短轴距啊，你就可以想象说在山路应该是蛮犀利的，但是呢，它的3700cc 的自然进气的引擎，在高速公路也是蛮猛的。这个车的底盘轰轰轰的声音，我不太行，我觉得会耳鸣。我觉得最漂亮的是这个三个表，你在夜晚的时候，然后这样整体这种座舱感还不错，而且有点朝向驾驶者的感觉。这个 VQ37 哦，它这个自然进气引擎真的，你开了你会忍不住要一直把油门踩下去。再加上前车主换的这一支管子的声音是，我觉得声音蛮饱满的，蛮好听的，所以你会很想要一直听自己排气管的声音。就跟你如果觉得自己有口臭，你会一直想闻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一直这样在那边闻。那你要怎么委婉的告诉你哦？比如说泰山有口臭，那你要怎么委婉的跟他讲他有口臭这件事情？泰山好无聊哦，我们去刷牙吧。会不会如果泰山脚臭的话，泰山好无聊哦，帮我们去洗脚好不好？舒服。他这个变速箱调教的很好。好，它的齿比啊设计的档位跟档位落差有点大，所以它就不会像那种哦，举例啊，随便举个例 ，BMW 的变速箱给你一种很滑不溜丢那种滑顺的感觉，它不是，它给你的是一种很粗暴的感觉。也就是说，当你 kick down 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那个转速忽然拉起来的那个落差，所以会让你开起来会很有热血感。然后再加上说它这个排气管的声音，我相信这个排气管应该是加分不少，你就很想要把它 key down， 因为你知道 key down 你听到那个转速落差的那个啪拉起来那个哐那个声音，你就很想把油门就重踩，你会一直很想 key down。 所以这个车妈的，我相信一定很耗油。它耗油哦，除了它本身就耗油以外，你开到这个车，你脚那个踩油门的不由自主想踩油门的习惯，也会造成你的油耗可能会很应该会蛮高的。那据这个车主跟车友的表示，这个一公升哈，他们平均的油耗啊，其实大概只有开在6公里的。基本上我跟你讲，这种排气量的车要开到10公里都好小。要再讲回以前的故事啊，每个车主说，哦，看我跟你讲，我一架370，我再塞个十几，有没有？哎，你的我不知道怎么开的哈、啊。不是，有些人是这样啊，我是这样觉得，你现在已经开一台高排气量的车，或是很安全，车是很重、很稳重的车，然后你却在学的说以你可以把你的车开到很省油为荣，这样你会觉得很奇怪，这有点本末倒置。东西买回来了却不用，有没有很奇怪？有一个妙龄女郎去那个旅馆 check out 的时候，哦，然后那个经理跟她讲说，哦，小姐，那个您这次住房一晚的费用是12000块。那女的说，啊，怎么那么贵？她说，哦。因为我们饭店设施很好啊，我们游泳池、三温暖、SPA， 我们有这么多功能，所以我们一个晚上12000是合理。妙龄女郎就说了，她说啊，可是我都没有用啊。那经理说，我们有提供这个服务是你没用啊。妙龄女郎说好，那这边是2000块。她说哎、欸，小姐是12000哎、欸，我有提供性服务，我性服务的价格是10000块。她说啊，可是我没有跟你发生关系啊，啊，我有提供这个服务是你没用啊，啊，大概就类似这种道理嘛。你这东西买来就是要用啊，不是吗？等一下啊。再去山路试一下这个手自排的系统，换挡拨片。哦，它这个是不跟方向盘转，有没有？它这个是维持在原地的，不会跟方向盘转。而且这个车哈，它的原厂的方向机设计的就已经是那种 sport 的感觉，它是重手的。很多现在很多车子是电子方向盘，所以你可以去选择什么舒适模式、sport 模式，像特斯拉我记得也有跑车模式。好，它就会调整你方向盘的重量。可是这个车它的原厂设定就是啊，因为它本来就跑车，你看很重，其实蛮重的。而且啊，它这样子就已经转到轮子，很短，这样子转到轮子。
这样就转到轮子，超短。哎，它怠速真的是不错，完全屁股也没感觉，脚也没感觉，手也没感觉。我真的很怀疑说，如果这样子车子的车型，现在外面的一些女性看到，不知道会认为这是一台什么样的车。我都很想做这种乡野调查，你知道吗？不要像上次那种学生，那个太年轻了。上次那种学生，那种太年轻，不谙世事，啊，还不懂得分辨当中的差异性，对不对？找一种稍微出社会过二十几岁这样，目色较好诶，好，然后来问一下。哎，我觉得这种调查不错，因为可以让一些单身狗们啊，不是单身男性们，知道说买哪一种车比较容易受到女性的青睐。不是，哎，我觉得这不能讲说是势力或是什么、啊，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对不对？你真的觉得说你的穿着打扮，或是你拿的啊，不管手机啊也好啊，哦，或是你的行头也好，真的对一个人没有加分的影响吗？有啊，一定有啊，一定有加分吧。哦，还是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嘛，对不对啊？你要完全放弃自己人生，那你这单身一辈子也没什么好讲的。大家多多少少的第一次见到面就是外表先看嘛，对不对？来、啊、看一下，哎，开什么车啊什么的，我很想要做一下这种调查。对啊，看，心花，我怎么没感觉？我、哦、这声音真的很好听，高亢的声音，有没有？嗯。哎，这编辑不错哎，这编辑到底是改的还是没改的？我记得上次看好是没改的哎，支撑性很好哎，怎么样？哎、欸，我先讲哦，这车已经卖掉了哦。上，我跟你讲，创下应该算数一数二最快秒杀的记录。早上上架，中午前就卖掉了。我半夜上架，一大早冲来了，有很多连价钱都还没问到，就已经半鱼而归了。很奇怪，你看这种车，它其实跟 Z4 的那个属性很相近，有没有？一样都双座哦，然后一样都车头很长，屁股很短。那当然，它的排气量比 Z4 大一点。对，可是我觉得它的哦，它这个回油呢，它降档一样跟那个我们之前的 DSG 系统的一样，它降档以后哼，回油那个声音最爽，很舒服哎，过去了，开起来很舒服吧？有没有？哦，它这个一样哈、哦，我常按着升档，三秒钟它就会跳回低，就会从手势牌模式。跳回低，它这个车哈、哦，我觉得在山道的那个，因为它短轴距嘛，然后还有它的配重，我觉得也不错。那山道其实开起来真的蛮有信心的，过弯的时候完全都没有害怕的感觉。可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不好，就是如果用它的原本的逻辑啊，它在山路的那个换挡，其实逻辑有一点太慢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弯道，我退档之后啊，在急加速的时候，其实它的反应时间稍微慢一点，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灵敏。应该是说，我们如果要换成这个比较好听一点的说法，它的换挡之间多了一份稳重。对，稳重啊，小屁孩哦，跟这个成年大叔，所谓为什么叫稳重，就是说话的时候会想一下嘛。哦，所以它的换挡多了一份稳重啊、哦，这样听起来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哦，啊，你像泰山那种有没有？他讲话很慢有没有？有时候他回答一个话比较久有没有？你要注意一下。因为他有可能睡着了，你要叫他一下。啊啊，这个是泰山，你觉得怎样？嗯，哦，他很安静，有没有？哎，叫他一下，看有没有跟我去穿腿吗？有没有？哦，这泰山那个是老年的，那个不一样。他虽然他加速很狂暴啊，他速度是真的蛮快的，而且这个我觉得我们拍过那么多集节目里面，我觉得他这个的加速度啊，或是开起来的感觉，如果要论这个操控感，论帅气度，我觉得应该可以排名在蛮前面的。可是他唯一一个差别就是他的那个变速箱啊，有时候他的换挡的逻辑的那个思考速度有点稍微慢了一点，但是你当他想起来以后，他就会冲出去。但是没有涡轮迟滞这么久。我一直在找一种 CP 值很高的车，就是说有没有一种车你不用花很多的钱，最好当然是好照顾，对不对？最好是排气量不要太高，然后那种车可以开出去让
你周遭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干啊，好啦，我们就是这么表面啊，好不好？可以让女孩子觉得说，这台车蛮帅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帅，女孩子看到不觉得帅啊。哇，你觉得哇，这3700好帅啊，有你有没有看到，怎么看起来很老的？所以我一直很想要找一台这种车来跟观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它这个车子啊，坐姿偏高。我说的坐姿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还有视野。一在我的塞黑 K 八三门的时阵，从侧面看进来只看到一个死人头嘞，看不到什么肩膀的啦。我跟你讲，这车子就是要这样，第一坐在地板，贴地飞行兽，你有没有听过？你只听过厕所四角兽，对不对？以前看这什么 Option 有没有改装车杂志，打台东贴地飞行兽。其实我跟你讲，车改低啊，有一个好处，那你知道什么？什么好处？拖吊车不太敢拖。你上次有没有看台志源他们那个一日拖吊车的司机？有啊。我跟你讲，他们拖吊车的习惯就这样，他们一定是先从好拖的开始。对。他出来巡红线，一样红线停。你的车很低，如果有好拖的在你前面，他会先拖好拖的，因为比较不会浪费时间。再一个，他如果把你弄坏，他赔钱。然后拖你那个比较低的车，他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先把你的车用千斤顶顶高，对不对？再插进去，再拖走。而且在拖的过程中，都还是有可能螃蟹杆会拉到扯到你的前保险杆。上次我看我家那边有一台 Porsche 被拖啊，前面保险杆被扯下来，你知道那个拖吊车赔死，今天跑一整天不够赔那根保杆。所以车，干人家这样会不会在教大家犯罪？所以很多人说啊，那的拖车不敢拖那个超跑啊什么？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他们是超跑他们不敢拖，而是因为他们太低，他们不敢拖。所以不要妄自菲薄。你如果开一台小骂群，你把它改到趴在地上，它有可能会先跳过你，对不对？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用仇富心态，真的不是因为法拉利的关系，是因为他们车子真的比较低。没有了，可能因为是法拉利。看，骂起这小驴拖一半骂起 Kimo 的机，法拉利要赔你啦，有没有？有可能哈。然后他们会一直到真的好拖都拖完，真的没有生意了，他就回来拖你这台改的滴滴的车子。所以这代表什么？你被选中的几率其实比较低。但我跟你讲，这种车其实没什么好嫌的。一个马子如果身材很好，你再去嫌什么，你都是没有意义的。长得又漂亮，身材又好，你要去嫌他个性不好还是说他爱吃，还是说那个个性比较鸡巴，讲话比较鸡歪，比较难相处，你去嫌他这些有意义吗？我去嫌他空间太小，嫌他妈的塑胶感太重，嫌他用料粗糙，我都觉得有必要吗？他这个车开回来就是外表帅帅的。看我们很，我们真的很肤浅，看这样会不会太肤浅？不会啦，骨子里面心脏还是一个很好的心脏，好不好？我跟你讲啦，现在你市面上你已经很难找到一台说开起来就是有如让你自己有如电影明星一般的那种感觉，有没有？你要开一种车有玩命关头精神的车，请问有什么车？阿呆，你能找到都经典车啦，例如说这个日食我们上次的这个 K6 酷贝。我不是说要很贵的车嘛，就是在电影里面会出现的，在玩命关头里有出现的，或在各大电影有出现的。除了那些很名贵的跑车，我们摸都摸不起以外，这台车应该算最让你最接近电影明星的一台车了吧？你不要看彭于晏的破轰，干那骑脚踏车嘞，那我很接近电影明星。我跟你讲，破轰那个脚踏车也没有很便宜啊。所以今天以一台车来讲，如果能够让你这样开起来有如自身，有在电影里面至少有出现，对不对？好像泰山野马。野马有出现吗？应该有啦，野马应该很多电影都会出现，现在美国的品牌精神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让你最接近电影明星的一台车子了，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也不是什么很名贵的超跑。那这个疫情期间一样多拍一些有用没用的好玩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对于3700Z想要分享的，也欢迎在留言板讨论啊。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我看到我们车嘞，下次见，拜拜。看，终于回来了啦，有够久的啦，我好想他哦。他消失多久了？看啊，3个月吧，过年前好像就消失了。
有没有听过那个我想你想到梦里头，我要追你追到什么时候？什么歌？方季韦啊，方季韦你不知道？方季韦。上海滩赌圣你不知道？上海滩赌圣我知道。如果让我遇见你，而你依然年轻。太胖了。方季韦，你今嘛叫方大神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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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两百五百杠哈。是印尼歌星呢，啊，一在印尼歌星那里，周慧敏。吃的都会过敏，好不好？然后方文琳，对不？搁有迄、那个，看那迄个叫啥哈？哆瑞咪，迄个像文，像杨林，有无？还拢玉女呢？玉女就多啊，玉女搁有迄、那个，玉女不是迄、那个，宜兰那边诺贝尔的玉女。哈哈哈哈哈哈！好，下次见，拜拜。